My name is Teck Seng. My age is 65. So the store name is Teck Seng Soya Bean Milk. What time I start? I start work at night, 11:30, until everything finished is about 4:30 in the morning. 首先我要先磨那个黄豆，黄豆是在磨之前要泡水4个钟头才可以磨，磨了就要下去煮。其实做豆花也是没有什么秘密，只要其实是靠经验的，你的豆水跟黄豆要配得好，豆花吃起来才会滑。其实豆花的分别就在于你入口味滑还是吃了好像它的口感好。 这些 customer 在这个时间都是 regular 的 customer 来帮忙我，就是因为我一个人根本是做不来的，在煮还可以啦。如果是在卖的时候，一个人是做不来，因为其实早上会有很多人，他们来帮忙是好像维持我们一家人的生计啊。其实我的 customer 很多是吃了又再回头来，本地人也有，好像外国人就。 比方说日本人，他们都很喜欢来喝我的豆花水。 This is very natural, and I like this one. Very good taste. And this is just $1. So cheap。小贩就是有一点好处，就是我们跟他交流，久而久之就好像变成是好朋友一样。 一次选就是两年，任期主席的任期是两年啊，来的什么职务都是两年，可能是我人缘好了，也是其中之一。好啊，他其实很有经验，他这么会也是几十年，他都是一路来他都是做总务，他有很多职位都做过了。其实我不喜欢做。 因为这边的人很难伺候，他的人比较随和、随便，那就常被欺负。你要像现在一直在帮人哦，人家就觉得好像说你应该帮我这样，因为你是下面的。现在的人会是，他们觉得说啊，因为你是下面，你应该帮我。其实他帮我们争取到，一定要帮到，顺他们的意见啊，他很难啊。